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。上一期咱们去解锁了隐藏模组的新人物，这一期咱们就逐个的来玩一玩这些新人物。首先上场的是棍术师，棍术师是可以通过投掷狼牙棒来进行攻击的。此外，他还拥有召唤岩石的技能，他的打击频率是非常快的，人物血量在700到1000加之间浮动。除了以上技能，他还拥有一定的踢技效果，单挑一个小队那是不成问题的。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古代坦克，这个兵种最下方是一个手持巨盾的士兵，中间是手持枪盾的士兵，最上方是一名弓箭手。咱们用一名骑士来测试一下单挑的效果，这个长枪也是远程攻击，并且可以穿透盾牌，这边骑士的冲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巨盾的防御效果就体现出来了。现在我用古代坦克组成一个防御型的盾阵，对面的国王率领了40名骑士和5辆投石车，看看咱们的盾阵能不能防住对方的攻击。投石车还是挺猛的，配合骑士的冲锋，咱们的第一道防线一下就被贯穿了。来看看第二道防线是否能守得住，目前第二道防线坚如磐石，丝毫不受影响，反而蓝方这边的士兵就要扛不住了。老国王一马当先，身先士卒，但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们的盾阵毫无压力，用这个兵种来玩团战真的非常有趣啊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探矿者，这个家伙也挺有趣的，矿车上面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拿铁锹，一个有炸弹，大爷丢炸弹，小伙就用铁锹来拍人，而且车子后面还时不时会冒出金矿，这个车子也是有一定血量的，这都是细节呀。我觉得这个兵种和小推车来玩一下应该会非常的有趣。安排小推车一上来就想把矿车给顶翻掉，可惜老头的炸弹很多啊，大胡子被干掉了，完了，没有苹果可以丢了。这边草叉兵和铁锹小哥开始了白刃战，老头不讲武德啊，直接把草叉兵给干掉了，司机小哥给炸得一蹦一跳的，最后还来了一个飞铲抢人头。哎我的妈，这是我们的老熟人，拥有超能力的商人，他这一次也是做了一个优化，现在他丢出去的箱子可以产生金币效果，这个效果可以让敌人互相攻击，正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超能力能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。这是手持暗黑巨剑的亡灵，他的名字叫做伤心的泰坦，这家伙的能力是可以召唤出暗黑藤蔓来进行攻击，同时他自身也是具有群体恐惧的技能效果，人物本体的伤害并没有太夸张，血量也比较符合巨人，他的攻击是比较缓慢的，主要就是依赖这个被召唤出来的藤蔓。这次隐藏模组是增加了直升机，两名飞行员，两挺机枪，打起来还是挺过瘾的。他的攻击方式貌似就只有机枪射击，并没有发现其他的攻击方式。接着登场的就是解锁步骤最为繁琐的角色比利，他手上拿着一把绿色的巨剑，另一只手还有一个很酷的拳套，他的血量有38000多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能力究竟如何。哇塞，哇，这太酷了吧，拳套直接打出绿色的光波，射击的距离很长，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，杀伤力也很强大，太帅了吧。蓝方就剩下一名士兵了，这把剑可以打出残影，也好帅的，这个角色我太喜欢了。现在我让他和灭霸来单挑一场，秒杀，这东西这么厉害，我要去把暗农请出来。我去，也是秒杀，而且两次都是没有掉血的情况下被秒掉的，那么一拳超人他不会也能秒掉吧。Hello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超级酷炫的六翼大天使，这个家伙的占地面积也是超级大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能力又是什么，他可以不断的射出金色光线，被击中的敌人全部都灰飞烟灭，这又是什么技能，我去，天降圣剑，帅炸了。现在我用比例看看能不能秒掉六翼大天使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就像是在攻击透明物体一样，果然最后登场的更加厉害。哦，原来这丢出来的是大天使的圣枪，100名奇遇前来挑战，拳风完全没有效果，秒掉了一大半奇遇，幸存下来的一拳超人直接把六翼天使给击落了，但是他并没有挂掉呀，掉下来还是可以继续使用技能，这谁搞得赢啊。好的，那么本期的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幽灵，咱们下期再见。